刚开始玩期货，就在网络上看到期货名师开的群组，我要跟单操作，迈向财富自由。你以为你正在交易期货，但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。我是青青老师的助理，今天晚上老师会在群组讲解期货买卖的独门秘籍，各位同学记得准时上课，老师也会提供近期多空的标的，千万不要错失机会哦。吼、哦、一定准时报到，上次跟老师提供的标的现赚100多万呢。谢谢老师，看上老师的课之后，我退休金直接翻倍，我现在准备送小孩去留学了。哇，已经准备辞职，全职在家玩期货啦！诈骗集团试图透过各种身份、各个面向来取得你的信任，接着依照他们的指示来投入资金。哇，大家都赚这么多，不跟单好像有点可惜。刚好我有一笔钱，投进去试试看好了。您好，我也想要跟单操作，请问要怎么用？太好了，您之前有买卖期货的经验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也有专人带操作。只要提供资金就好了哦。我没有用过哎，不然我请专人操作好了。没问题，那请把您要跟的单还有金额注明，然后把钱汇进以下账户哦。他们千方百计地引导你，将你的资金转到其他的账户。一旦你依照他们的指示行事，你的钱已经落入到诈骗集团的手上喽。哦，我追踪这么久的老师，竟然是诈骗集团假冒的。早知道就不要相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期货交易广告跟讯息了啦！网络诈骗何其多，保持警惕，谨慎选择期货交易管道，不可轻易相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期货交易讯息。网络投资诈骗多，看到标榜财经名人、群主学习，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，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，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。 遇到可疑情形，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。对任何鼓吹您加入期货交易群组的讯息，您都要提高警觉。只有透过合法期货商从事期货交易，才能维护自身权益及保障财产安全，切记三不三要原则。